我是岛丁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就在玩家都快要暴动之前，暴雪呢终于回应所有人的殷殷期待。没错，就在4月14日 2.4 版本更新就会正式上线，不是 PTR， 是正式环境。天梯呢则是在 2.4 更新发布之后的两个礼拜，也就是4月28日开始。全文的重点也就是这么两行字，前后文呢也不过是维运团队心虚拼了命的解释为什么前后两次 PTR 都已经结束，却迟迟没有发布正式上线的日期。不是他们无能，而是这一款几十年的老游戏移植到当前的架构，实在要面临太多从来没有想过的难题。为了让所有玩家能够愉快的游玩，他们已经反复从各个方面调整与测试，每天每夜的辛苦加班，家里的老婆都一再的 complain， 作业都没交。所以呢，请大家体谅他们的辛劳，没事呢就不要一再的在社群贴文抱怨，你们想要的都会有，至于什么时候给，不要问，问就是我们也没有答案。总之4月14日之后，你就可以玩到 2.4 更新版的所有项目。4月28日我们天梯见。我是岛丁，感谢您的观赏，有最新的消息再与您分享，拜拜。